耶诞节要到了，想在家里面做一个蛋蛋耶诞老人吗？方法很简单，现在就走到你家的厨房，我们一起来看看需要用什么材料吧。Go！ 首先你要准备一个中筋面粉，再来你要准备你们家的糯米粉，还有就是一包食盐，以及一碗热水，还有呢就是一些食用油，家里面的油都可以。最后准备一些食用色素，如果没有食用色素，用家里面任何有颜色的果汁也可以哦。这样子等一下就可以开始揉做我们的蛋蛋捏面人啦。把食盐倒进热水里面溶解备用，再把中筋面粉还有糯米粉倒进去，把盐水倒在容器里面搅拌均匀，加上一点食用油，揉捏成面团状，再把面团分成四等份，依序加入你要的颜色，让颜色跟面团充分的均匀混合，四个颜色的面团就大功告成喽。